礼服的正面照。图片 ：VC 的香港小姐冠军冯怡宁，在 TVB 万千星辉贺台庆上的服装惹意，让不少人当笑话看。当地时间11月19日，香港 TVB 举行万千星辉贺台庆，最受瞩目要梳红毯秀，一众女星争奇斗艳。曾是香港小姐冠军的冯怡宁更是抢尽风头，网友晒出的淘宝所售的夜场礼服图源无烟幕缠。据悉，当晚冯怡宁身穿低胸以及两侧透视晚装上阵，性感艳压众女星。有港媒甚至报道称，冯怡宁好姐妹麦明诗更是爆料冯怡宁没有穿底裤，因此冯怡宁拍照时比较生硬，以防走光。报道还称，冯怡宁之前都预告过台庆会隆重对待，会选择香港的大品牌制作晚服。不过有网友发现，在中国知名电商平台淘宝上发现同款衣服，通过网上晒出的图片可以看到，该淘宝衣服显示是性感晚礼服、夜场服装、酒店夜总会小姐勾作服。通过与冯怡宁服装对比，毫无疑问，冯怡宁似乎并不知道此事。图源 VCG 冯怡宁穿礼服的侧面照。图源 VCG 资料显示，冯怡宁毕业于香港大学食物及营养学系，并且在校期间也被评为校花。2016年9月11日冯怡宁获得了香港小姐冠军，2017年1月参加2017国际中华小姐竞选获得季军。针对此事，冯怡宁还未回应。